因为去年咧有提出嚟做咨询，攞咗个原则性嘅问题，咁法例咧就未过嘅，未攞嚟嘅。咁但系咧最主要就系去年全年嘅多数时间咧就喺度处理紧的士嘅问题，咁所以就冇将呢个可移动工具嘅法例摆上嚟。到底局方谂住几时摆过嚟咧？我哋暂时未知道。咁但系我认为立法都系需要嘅。那个规管咧，上次按照嗰个咨询文件嘅内容咧，会按住个重量啦，譬如话25公斤以上咧，就系要立法要佢哋当汽车咁样登记啦。呢个重量以下咧，如果系辅助性行驶嘅工具咧，就只能够喺单车径上面使用啦。跟住个速度系会有限制嘅，之前所讨论嘅都系30公里以内啦，同埋使用者要戴头盔嘅。